报恩的流浪猫。在美国，有一位84岁的老翁道夫开了一间水果摊。小家伙，你来了啊！大约一年前，这只流浪猫就开始在道夫身边打转。好心的道夫不但没有将它赶走，还经常喂它吃东西，也让它在屋后休息。小家伙，今天还没吃饭吧？快吃点吧，别饿坏了。道夫，这只猫是你养的吗？不，它是一只流浪猫，只是到我这儿串门子的。流浪猫啊，那你还喂它？动物也是有感情的，我们不能因为它是一只流浪猫而厌恶它。你瞧，它只是想填饱肚子，然后找个地方睡一觉，而我正好能提供它这些举手之劳的善举，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？你真是非常有爱心的。道夫说的没错，动物都是有感情的。这只流浪猫后来果真知恩图报，救了道夫一命。今年4月初1凌晨4点左右，道夫正在家里睡觉。怎么有这么浓的烧焦味？啊，起火了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啊，失火了！道夫应该还在里面吧？他睡觉都睡得很沉的，肯定没发现已经失火了。这可怎么办？得赶快把道夫救出来！快打消防队的电话！火太大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可怜的道夫，他年纪那么大了，一定要逃出来啊。我已经安全地逃出来了。啊，太好了，道夫，你没事就好。道夫，你是怎么从大火里跑出来的？平常你睡觉可是睡得很熟啊。多亏了平日里经常来我家里串门子的那只猫，要不是它把我叫醒，估计现在我已经被大火烧死了。就是你经常喂它饼干的那只流浪猫，他到哪去了？希望他能平安地从屋子里逃出来，他一定没事的。道夫，我相信他会没事的。这场大火烧毁了道夫所有家人的照片和衣服。道夫，别难过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对，我们大家会帮你重建家园的。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，要不是那只猫，我自己可能早已被烧成灰烬了。不知道那只猫怎么样了，它那晚是不是也已平安逃出屋内？火灾过后，道夫先搭了帐篷和阳伞、躺椅，重建他的水果摊。卖水果！那只猫已经好几天没来了，难道它真的已经死于火灾了吗？道夫每天都守着水果摊，看着马路上人来人往。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再次看到那只猫，那只救过他一命的流浪猫。然而一连几天，那只猫都没有再出现过。令道夫惊喜的是，4天后，那只流浪猫终于出现了，而且还带着2只小猫过来。你终于出现了，小家伙。你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，谢谢你救我一命。这是你的孩子吗？你刚刚生了小宝宝，也就是说你救我的时候已经快生产了。道夫说的没错，当时这只猫已经身怀6甲，可
可他仍奋不顾身地去救对自己有恩的道夫。等他生产完后，才又回到道夫身边照顾小猫。万物皆有灵性，正如道夫所说，动物都是有感情的，他们只是跟人类的言语不通罢了。他们也知善恶，更懂得知恩图报，所以请大家善待动物，尤其是那些流浪的猫狗，他们都是有感情、懂报恩的好朋友。阿弥陀佛。